说挺在点子上，可是毕竟没有看见他跳，他只是摆了一些状态给我们看，说啊这个时候你应该什么状态，就不觉得他会跳，知道他严厉，不管怎么说我们要给到他足够的尊重。啊，这也不是努力，就是有时候就可能就是心有力而遇，就心有什么力而不是，就人家的舞台经验，就是人家吃过的盐比我走过的桥都多，不是，不对，比我不是怎么说，人家走过的桥比我。坦白直，蚊子，这个对着那个客厅。OK， 拜拜。一样的吗？蚊子，快点，过门，关门。我发现这个剧组哈，能让人性情大变。就是你现在变温柔了是吗？特别母。